袂晓上个啦，这四两只货唔免袂晓上啊。我来讲啊，你无甲我卖，你直接甲我变成市价看嘛，这天然的有够低，来500了，好不好？来500啊！来啊！你卖500，我也无甲你算啊贵哦，赶快去上个哦。来500，上面一个小家庭的，来500，有小家庭的无？刚卖满了，然后小家庭的无？500块。500啊！有两面小家庭的无？500了，500块。500。拢有啊，谢谢。500。恁在座吼，即个人家加起来60个以上。刚才5个买着我的干杯，我跟恁讲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卖甲恁看500啦，恁试食看卖啦，好不好？真正足甜的啦，真正足甜的。恁无买人家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食看卖，真正甜啊！那生殖器干杯来，我讲，你无甲我买人家小家庭的四个，你一定要甲我买看卖，真正有够甜的。伊也五了，我无买三个。你给我食看卖就知影，食看卖就知影。你相信我一家250了？250。小家庭你无买人家，你阿公250块。我来讲话，我未上，我是给你卖2包的啦。有当时未上就是上量的，来最后个两个人家250。250啦，250啦。大伯，大哥，应该你毋捌食过这甜的干杯啊？迄直播几个大家观众就讲话，直接掏钱都坐起来。掏钱我三个啊！这不是你甲恁骗钱呢？这是做四量的呢，头前搁一个来摆，二十五啦，来最后搁两个二十五做啊，一台变30，啊，再来后边搁一个啊，后边搁出来啊，来，后边搁一个来，后边搁一个 OK 啊，有啊，最后一个做啊，真正无啊，真正无啊，一台变30，啊，再来2箱留来买饲料人家买，来，最后一个250搁一个无，250啊，拢有啊吗？你找找我好啊 ，OK 啊，有啊哈，有啊，我下车就好啊，250，谢谢。你不用好拍个，你不用我这组干袂定啊！你真正想袂到。来800。好啦，这我来讲吼，来，你帮我，你把那个基础调起个，基础调起个，来。你看来要食鳕鱼，我当画鳕鱼吗？7500块。鳕鱼有人要爱无？嗯。刚好要爱。啊，我来讲，你看来要食这基础调。伊即那七块跟那薯条，你等下真真正正足香嘞！哦，那七块那薯条最新产品，一包卖300，你阿无？一个人摕2包等，你试食看卖好食，省块钱200了。来200！有人要食鸡薯条哦，煮小朋友煮哦，食这拢食好食，200，200块，拢有啊吗？谢谢，来，你帮我列试一下，来，来，你看有人要食羊肉跟牛肉的无？来，你蛤蟆加无？够人知即个是啥物？够内行人知即啥？先生，这叫三百点多，完全拢不去世的，拢无饲的，这大地。我之前你卖有，你搁会记无？迄块点多啊？迄块是160到180个，这块搁愈大块，这块是180到230个，拢无饲的哦。买只点多的人加三个加钱好啊，新加钱的变成一粒毛病哦，500了。来500哦，大片的好切哦，再加我两块，再加我，无你好笑哦。来500，上面只500。好一个，三个加钱好无？我这块搁送你。用这个用猪汤的，规只扫白，这高蛋白面，记得这个两个，这地过来，这地过来，这地过你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早一手拿钱的？你今日新加钱的人客啊！我来讲啊，去菜市也无看卖啊。这地过来，这地过来，唔免1000，500了，500块。来500啊！500块，来500个，要吃师傅煮，500啊！500。点多个人要来无？那边够人要来？500。有啊，有啊，收起，到后尾食袂了无？即我袂敢再收啊，到食袂了，还无300了好啦。300块，小家庭个就对啊，食袂了，即大地好车啦，够个啦。拢有啊，好啦，来收起。来500，收起，我先来分下。一下仔你帮我捧下。来，恁望你甲迄个鳕鱼迄箱，我先来卖一个鳕。蛤蟆加钱个收起咧。蛤蟆加钱个。这边多刷。蛤蟆加钱个。免多刷，我唔是要，我要一箱哦，我要一箱。蛤蟆给钱是先的，我来倒分，谢谢啊。哎，20块，20块，嘿，20块，谢谢。过来，你买啥？哎，蛤蟆20块。我今日电脑。都太贵了。我今日，我今日要来进行吼。我感觉讲今日这个天吼，向阳反顶啊，风过吃头，我想今日可能会无差啦。阿姐，我来讲，你讲有人要食鳕鱼？鳕鱼有人要食？哎、欸，你讲有人要食一碗汤汤烈烈，我做炸做一个汤汤烈烈来呢。喝汤哦。你讲有人要啊？你买去菜市啊，切过比目鱼无？这就是比目鱼。啊，这个有分哦，分讲冰啊、包胶甲包薄。你看我这冰外薄，其实冰啊包胶我袂起安尼，恁看，哈巴想过你浪费啊。就是冰包薄才要起，恁看清楚安尼啦。看一下啦，这冰外薄，安尼冰有薄无？来，
这当个呀，这叫鳕鱼大肚，就是鳕鱼哦，我捌肚一块，这块鱼啊嘛，你甲真的是入口即化，入口即化，你知无？你捌食过入口即化的鳕鱼无？来，我来讲哦，一斤菜只拢问个着，鱼啊五三百，大块三百，这是免甲三百，你若讲这一斤三百好笑啊，这一斤才两百几块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要食鳕鱼大肚，我卖花你五百，花你四百，一个人买就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哦。我两要食蒜泥的无，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这等于你洗完手，你去蒸，你去吹，全部拢好食。这蒜泥你凊彩煮，你阿基师讲一句话，你有在食个蒜泥煮好番茄，你算不简单。三百块，差不多吃三百。我跟你讲啊。三百。我再搁送你啊，我嘛只炸一箱尔啦。这个哦，互你欢喜的，所以炸袂济，炸一箱尔，趣味的尔啦。三百，差不多吃三百。哎，三百啊。我两要食这鳕鱼大肚无，三百块。这鱼啊嘛，真正入口即化，这不是干骗的。伊这多我捌做迄块油脂较悬啦，啊，食着入口即化。我来讲嘛，一箱尔嘛。哎，一箱尔。你先下伫后边。我恁讲哦，今日较悬，恁过来支持我来做搞金融，我互恁较俗的。我即块个哩，包括讲即摆嘛月底啊嘛，做会搞金融俗个哩啦，好不好？我再告恁哦，月初今仔月初啊，全部六个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再告恁啦。行话给我一下，好不好？箱子给我一下。三百啊！行话给个，你敢不知影？我要叫雷梦甲行话给个，因为这箱拄啊十斤呐，啊，我只有五个只，是咪两斤？啊，若无两斤，一定要退钱。我来讲，一斤你啊，这几啊五，两斤五百，全部五个钱搞起来，给卖起计少啊，两百啊！来两百块，我打少只两百块了。来两百，少两百块。少钱啊！来啊！这只啊，这不两百哦，其他几条？今天而已哦，这你搞我啊？两百块。少三个啊！就三个，要变个几个啊？无啊，我来讲，一二三，后边咧四，四啊，哇，到底你输哦，你个输，不要乱掉，阿哥，等一下，你咪变来三，来四啊，阿来无啊，来给钱就了了，分了，卖下桌顶操作，鱼也操作，来，你甲咱的迄个来，谢谢大哥。你甲咱的搁一个送给钱，美女哦，我你物件好个 ，OK 了，来，这个送来客官。来提钱啊！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简单的来个吧。你简单的来，你简单的迄个花雕鸡啊，给起。嘿，啊，这话你讲哦，你先给钱的先了。来，你讲有人要撞我表，我正好我炸撞我表，你听无？讲有人要撞我表，撞我表，讲有人听无的无？伊这是人咧讲的花雕鸡啊，这间工程。你信用伫倒，我讲话听啊。正常有诶要降低它的成本哦，伊拢用一寡金面肉伫内底啊。即间我诶欣赏伊讲哦，全部拢用鸡腿肉伫内底啦。啊，即包你若位内底甲我找一块金面肉，我来退钱好无？伊诶汤头甲你控过，你甲啉看卖。你若下滚滴两滴啊米酒，汤头会夹啦，一鼎四百几块啦。我来讲话听啊。我全部一边五个人加钱，买一包啊，先加钱，卖互你开五百、三百我就好啦。来三百，三百块三百一，来三百，你甲新做肉负责。三包，来啊！我来讲啊，你若敢加三百块给我的人客啦，我讲给恁听啊，一包啦，这马来西亚那边的星洲肉骨茶，你等下赶快来用我收啦，干来凊彩一点三百几块啦，我来讲啊，我一点给你啦，这拢等下工厂甲你煮啊煮好食，你拢负责搞兄棍用我收就好食啊，好无？两鼎装起，一瓶五个。一人给两点，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上面一三百，三百块你送一个三百，三百，有人要吗？这刚才这点用我收了三百，对吧？三百，三百，来收钱，三百块，一个，哎，三百哦，三百，两个借我三百，来两个，来一个，收钱，来三个，哎，三百，三个，来给三百，三个啊，三百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一个啊。今仔日啦，真正袂错尔啦，来啊，你来上贵的就无个啦，好啦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，一个啊，我你讲啊。你今日敢给钱我啦，我来讲啊，今日放好你哦，大家啦，欢迎啊，听好啊，一个，这箱是内底全部上贵的一箱啊，我跟你讲是啊，这来台救过，我跟你讲，三个哦，是啊，一个啊，麻油鸡捌食过无？大家嘛捌食过，加干贝大粒的麻油鸡你捌食过无？加这大粒的干贝，我来讲啊，来四个，这点超过六百，今日你来敢给钱的啊，和大家欢迎啊，这点我不爱卖啦，三个啊，四个啊，来啊，一瓶五个，两无啊。三百了，三百了，零干无咧啊，零干无啊，六条，六条，哎无啊，最后搁一个尔无啊，哎，你无去计较，这一包拢上上拢卖到百五个啊，我哎，今仔日真正要上互你咧啊，今日一包就三百啦，几个？我三个啊，最后就三百了，没有了，你来无啊？几个？你几个？一个，没有了，无啊，
我三个啊。来，你某来教分者好无？来教分者，我迄边揢钱的手下，甲帮忙一下，伊还七八个啊。嘿，来，甲帮忙一下，我揢钱的手下。阿伯，就钱你莫揢啊，别让伊好好揢，你揢啊。来，请诶，来请吧，谢谢阿伟。来啦。你穿的嘛？无啊无啊，卖了啊，伊个拢加钱啊，歹势吼。来个到底卖个讲啊吼，好不好？帮忙我去讲。来这边提钱啊，别提，加手续。来提钱啊，别提。等一下，走，你有买东西，等一下，走，等一下，我分不到伊啊。OK， 等一下。你先分了。谢谢。我给你麻烦一下，你，我一下。好 ，OK。恁家有人加着两包花雕鸡的无？你加两包花雕鸡，你也袂好啊，才一包干贝一只，唔知送无加着的哦。花雕鸡有人加着两包的无？包装同款。来，客人，这干贝遐贵，你啊，这包是重点。谢谢。来，包是重点。千两个，一千的。来，迄个林某，你把迄个咱公司迄个甲摕起来，冲抓迄个冲落线平，哎，摕起来，来，谢谢，来。你的迄个地网莫阁漏着，小心吼。但是我来讲吼，你买你唱歌迄是冲抓平吗？你迄是冲抓平。这间公司嘛是冲抓平一间啊，吼。啊，我来讲这啥物物件？伊这叫冲落线平，伊这内底甲你加满满的肠啊甲猪肉。伊这当个煎的爆汁，一包几粒，总共三十粒，一包卖互你开300几啊！你要一包要两包，甲你讲，春节先加钱的人加哦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来，要食葱肉馅饼，要求好食，要求好食，这真正好食。来一百块就好了。来一，收起来。一百哦。来，再来要食葱肉馅饼的无？100块而已。